那这歌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写的，然后他是在写我那个室友这样子，就是每天，他就是总是很匆忙这样子，然后又很鄙视我的生活习惯，所以我就写这首歌送给他，然后没想到意外的就是开启了一连串的机缘这样子，对，对，那室友就是可能未来会变成所谓的人生胜利组这样，因为他非常积极营营这样，然后都会，你知道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同学，就是你只要偷跑去念书，然后他就会，不是我偷跑去念书，就是他会搞得好像你偷跑去念书这样子。我没有啊，就是每天去图书馆这样而已。然后啊，这很难形容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you know， 好，对，就是有点心机的室友。然后这首歌后来帮我赢得了一些奖项，然后开启了一些我自己想不到的命运这样子。对，这首歌叫《赶火车》，然后勉励最主要就是希望你在追逐事情的过程里面，就是偶尔可以停下来，然后思考一下你自己要的是什么，不是就是反反复复啊，然后看到怎么样都会很像很羡慕这样子。我觉得知道自己心里要什么，然后很确定，然后就笔直的往前这样子。其实也没有人可以阻挡你的这种顽固，我觉得。然后希望你们都可以，这讲得很俗气哦，就是心想事成。好，这个赶火车送给你们。你们介意吗？不会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再唱一次。那，你说没时间。哦，你总是这样慌慌张张当消遣。好 ，OK。接下来喽。嘿，你说没时间。总是这样慌慌张张当消遣，下雨天你如往常离开时间，为了那些色不是的笔，所以你
喜欢，然后好，那今天的表演就到此了，那谢谢各位，然后这位是我们的鼓手波西，希望大家再给他一点掌声。好，然后下面那个是柯敏勋，然后他的表演一定很好听，那希望你们留到最后这样。名字叫做啊，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。